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上午练车了，然后中午吃完饭就出来准备下水了。这边是凉的，大池子凉，比较凉。我们准备到这个温室里面，我们是温室里的花草啊，可以坐到这儿。准备下水了，现在温度等于是60多度，60、70度，是等于最高的时候吧。然后我们把要把帽子也放下来。好，停下来，可以了。看看有没有腹肌，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啊。暖和的，温的。有朋友问我说，这个天气怎么样？天气外面虽然有风，春风拂面，但是温度还可以，我们可以在这儿。学习完了就下水，游完泳以后就开始背书，背车外捡的 A、B、C 第五轮盘，因为功夫不到，它还是不会通过，所以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，还需要好运，需要勤劳智慧加好运，加油吧，加油！我们下水了，去水里面玩了啊！下水了，在水里面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